流口水想让男生皮肤消失的皮肤，所有的女生看到都说老口水。你说的对，女生就是想删除这些男生呀。流口水第一个想让迷思拉男生消失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很可怜呀。虽然我有迷思拉了，但是老迷一直做图标，一点也不给女生机会，我都非常讨厌他了。他太不给女生机会了，太自私了。所以啊，流口水第一个想删除迷思拉，那样女生就有机会做迷你世界的图标了。流口水第二个想让叶小龙消失，并不是因为叶小龙是男生的唯一换装原因，而是他欺负了女生。在叶小龙刚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大家仔细看可以发现他竟然打飞了女生月无双做的包子，他也太臭不要脸了，竟然敢打飞女生的包子。所以啊，叶小龙也要删除掉。流口水第三个想替女生删除的是最新机器人声波，伙伴们，他刚上架就卖1288个秘密币啊，而女生可没有这么贵的皮肤呀，感觉老官方在瞧不起女生。所以啊，我要替女生删除了这个声波皮肤。